三。都不许动！中国警察！你呀，有人！别动！你们，动我打死！白老三，你怎么认识我？在西北贩毒这么多年，能不认识你？从我贩毒的第一天开始，你就应该知道会有这一天。带我。我以为是警察呢。我是警察，我看你小子像个警察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快别吵了，警察随时会过来。走。什么意思吗？快走。站着别动。什么意思啊？出门。为什么会出事？你为什么没把李强给我带回来？你应该知道，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。我知道。我知道你知道。我要让你再说一遍。主要目的是借抓捕的机会把李强同志接回来，因为他已经卧底五年，毒贩对他已经有所怀疑，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不测。为了确保他的人身安全，必须先把他撤掉回来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李强同志爱人病重，局长，我没有完成上级指示，我失职。失职？李强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你何止失职啊！啊！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您还没让我走。你先回去吧。是。是不是挨批了？这不是你一个人责任，我们都有责任。哎，我去找球局说说。你找球局说什么？你找球局说说，能把李强给说过来？那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责任。李强没带回来，生死不明。面对这个事实，你还有什么心思去谈责任？
啡好喝吗？啊，咖啡好喝吗？好喝。这是正宗的安第斯山高山咖啡，很贵的啊，比现在最好的龙井茶还要贵啊。但是你们可以随便的喝，你们想喝多少就喝多少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老板有钱。老板为什么有钱？因为我们的货每次都可以顺利的出手。这次翻船了。这么隐秘的事儿，警察怎么会知道？非常的奇怪。因为有内鬼。我还告诉你们，白老三那边今天全军覆没，所以内鬼不可能在他们那儿。干我们这行最怕内鬼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内鬼可以随时要了我们的命啊。是不是兄弟？我去你妈！站起来！想弄死我，你明来啊！啊！救我，海哥！来，兄弟，拿着。这个，开枪打死我！不，开枪打死我！不，开枪！不，不打是吧？过来，开枪打死！开枪打死他！海哥，不要！打死他！是不是个爷们儿？打死他！开枪打死他！真他妈没用你！海哥，不是我，那天我是给我女朋友打电话，李强在。李强，李强，你说句话呀！你帮帮我，帮我说句话呀！李强。哥，你饶了我吧，真不是我的天，哎哥呀，不能是我，真的不能是我，哎哥，我求求你了，哎哥，我求求你了，哎哥，你饶了我吧，哎哥，哎哥，不是，为什么？哥，我冤枉啊，哎哥。兄弟，站起来！你什么意思啊？站起来！把枪拿出来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把枪拿出来！搁这儿就这意思！乖，跟我几年了，兄弟？有几年了？几年之前你是干什么的？几年之前我都跟你说清楚了，我想再听一遍。我不想再废话。几年之前你是警察，那你就是警察的孙子。这个嘴硬，你先听着，你少来。现在说出来我还可以免你一死。姓金的，就冲你对我这样，从今往后我跟你没一句实话。
骂去警察，我听听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想让我骂谁就骂谁。我现在倒想骂骂你这个王八蛋。想当初我一不小心跟了你，算我他妈瞎了眼。你以为我是盲里啊？还要向你个王八蛋跪地求生？英雄啊你是啊？去陪盲里去吧。 我也不想这样带兄弟。你不是我弟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我没办法原谅你。你个王八蛋！我真想一枪打死你！ 进来，局长，李强跟我联系了。真的？他要和我见面。见面？什么是非要见面呢？他一定是有重要的情报，否则他不会冒这个险。那我来安排吧。是。赵刚，如果他带来的情报 需要采取什么行动的话，这次你无论如何要把他安全的给我带回来。是。在这儿等我。小明，哥，你来了，不太好。 伤一直不退，总是一会儿清醒，一会儿糊涂的。不过刚打完针，好多了。辛苦了，谢谢。嫂子，好点了。你来了。哎，赵刚，你这会儿是不是又来告诉我李强快回来了？嫂子，我就是来告诉你。 李强真的要回来了，这都几年了，你这话都说了上千遍了。嫂子，这次是真的，我保证把活蹦乱跳的李强带到你面前来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就先谢谢你了。嫂子，你就安心等着吧。嗯，我走了。 你真要接李强哥回来？真的。嗯。喝那个。哎，哎，我说，你想留在这儿做服务生是吧？啊？点歌不是你的事儿，你过来，过来，坐这儿。哎，你听我说。过来。 在那点歌，我废了你啊！小妹，把他拉过来。行，快去吧。嗯，来吧，大哥。嗯，你别老拘着，坐下，坐下。小妹，哎，陪你哥喝好玩好啊！哎，好，行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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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点歌在那儿，海哥，哦，你就抿一口吧啊！ 大口喝，哎，来，来，小妹，这个水果，嗯。
兄弟，我把你带出来是玩的，你开心点好不好？你怎么这么老拘着干嘛呢你啊？海哥，不是，我尿憋得难受。嗯，我尿憋得难受。他尿憋得难受，你尿憋难受，你跟我说有什么用？我又没带尿尿不湿。你总不能守着小妹尿裤子吧？嗯，快上厕所去。尿憋得难受。有电话帮我接一下。嗯，那我去了。快点回来哦。嗯，小妹等着你呢啊，回来晚上就是我的了。这儿没人。三天之后，拉普桥附近会有一桩交易。拉普桥？对。上次行动后，金海对所有人都查得很严，我怕他会查我的通信记录，所以才约你到这儿。你不应该冒这个险。这次交易非同寻常，金小杰成了买家。没答案，没答案，却还在那。我的爱，我的爱，难道是他？有理想，有理想，没有回答。百分百恋爱，为是理想。金小杰一向是最大的卖家，他现在居然成了买家，那一定是很特别的东西。会不会是境外又有什么新毒品了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为了不引起他们更多的怀疑，上次抓捕现场我向你开了枪。我知道。你现在怎么样？危险已经解除，还不至于影响下次行动。小心翼翼又陷下去，聪明糊涂心，我的完美摘明天子难道是你？塔罗牌的答案差异，你的距离和我只差零点几毫米，我的睫毛像他牵起你眼心。二哥，找什么呢？嗯，找什么呢？忘了。一泡尿尿了这么长时间，你去看看前列腺去。隐蔽。你们俩下去，看看周围的情况。紧张吗？你看我紧张吗？你呀，我压根儿就不应该带你来呀。为什么？你干嘛非要直接参与这个交易呢？我就想亲眼看看我研究的东西，别人认不认。你可以把东西给我吗？你在家里坐着收钱多好啊！啊，干嘛非要直接参与呢？你知道不知道，这是提着脑袋的交易。哥，你现在脑袋不是没掉吗？那是时候不到，时候要到了，不掉都得掉。我这来都来了，你就别多想了。嗯，我带你来主要是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，另外
我也想让你看一看，你研究的这个东西，人家到底感不感兴趣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就这一次，以后你给我打住。那要别人感兴趣呢？我还打得了住吗？我不但打不了住，而且会往大里干。其实，就我目前拥有的这项技术，咱们为什么自己不做老板呢？自己当老板？你这胃口太大了吧？不大。要么不干，要干就干得最大。疯了，彻底疯了。哼，哥。你就当我是疯了吧，少华，你不理解我的意思。我当初干这个，那是被逼无奈。你现在不同了，没有人逼着你啊，你干嘛要走这个路呢？我对这玩意儿感兴趣。行了，咱不说这个了，就冲你这疯劲儿，以后我也不会带你玩了。少华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明白吗？我的想法是捞上几笔生意，买几把单，我就收手不干了，知道不知道？但是你不知道，这个路上只要走下去就没有回头路。少华，虽然咱不是亲兄弟，但是咱们都是丁家的根儿吧？啊，你这样做，我对不起我六叔啊。虽然你父母亲死得早，如果他们知道我把你领到这个道上来，那我成什么了啊？我不是掘我六叔的根儿吗？哥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好像我活着没事儿，陪你来寻死似的。你往这儿看看，瞧瞧这儿，这是什么？啊？少华，每一次生意。要想自己活，就得随时做好死的准备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我不跟你说这个。如果我要是不在了，你可以去找江东、江南两兄弟，他们在开阳开厂子，在这儿有一个仓库，有一个点儿，可以找到他们。他们欠我一笔钱，就冲这，他们也得帮助你。但是，你最好不要干这个。走吧，哥。准备行动。平手石啊，换了啊，钱带来了吗？一向是你们交钱，我们给货，这次翻过来了，有点不适应。我说，风水啊，轮流转，这年月是不是谁有货谁就是大爷，谁就是财神爷，对吧？咱们还是按照规矩办，先看看钱，行吗？太袖珍了吧！哎，这是样品。不就是冰毒吗？哎哎，兄弟，这你可不能拿走，咱们事先有约，样品我得收回，
那我们回去怎么交代？什么怎么交代？咱们讲好的，你得按规矩办吧，是吧？多长时间能交货？一个月。警察，所有人放下武器，手抱头蹲下。快！你们一共有多少人？不知道。都谁跑了？不知道。怎么样？两个小马仔什么都不知道。站住！快！快站住！这样咱俩谁都走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快走！记住了，万一我要回不去了，你就去找老板。他就是不看在我为他卖命的份上，就凭你掌握的这个技术，他也不敢亏待你。快走，快走！抢什么蛋？走！你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快点，走吧你！是警察，卧底吧？多少年了，不容易吧？咱们回去慢慢聊。兄弟，只要你放我一马，我给你的好处，比他们给你20年的工资还要多。少装孙子，手抱头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
这是什么？啊？少华，每一次生意要想自己活，就得随时做好死的准备。兄弟，如果我告诉你我老板是谁，你能放我吗？把你口袋的样品拿出来，然后老老实实跟我走。好吧，我听你的，到时候麻烦你多替我说几句好话。走不了了吗？你走吧，要快听话，兄弟，走，走啊！快，兄弟，快走，走啊！我不会让警察把你抓走的，哥，我送你回家吧。进。
谁是病人家属？请在上面签字。他是我们领导。 嫂子，你怎么哭了？我梦见李强了，我梦见他全身都是血。嫂子，你就放心吧，李强哥肯定没事儿的。我哥不是说了，他去接他回来，也就这两天的事儿。李强哥一定会回家的。赵熙，你实话告诉我，李强。 究竟派到哪工作去了？你哥跟你说过没有？李强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嫂子，你就别瞎想了。这次李强哥一定会回家的。嫂子，你怎么了？嫂子，快躺下，我去叫医生啊。